这场由彰化市公所举办的野餐咖啡趴，吸引一圈民众携家带眷，在宽广草皮上铺野餐垫，一起品尝美食，看舞台表演，聆听优美的乐曲，享受假期时光。建制高度的草台垫吧，是，哎，太高的我们帮他清除一下，没错，好，这是大家的草坪。哦，来家野餐真好，那起工作办了袂歹哦。市公所办这个活动啊，吼，对啊，我们就可以邀朋友啊，一起来共襄盛举，就等于把那个很多的朋友都一起邀到户外来走走。还有今天也刚好我生日，就借人家的场地办自己的生日趴。彰化市公所表示，香山步道东方公园除了有2200坪草坪，还有步道花园廊带、完善的公共厕所设施、入口意向及园区导览，以及可看到大台中的日落观景广场，非常适合民众平日来此休憩。那你在草坪上面，你可以听音乐，还有野餐市集，那你这边可以多逛。这是一个2200坪的大草坪，哦，这样人比较多，但是你平常如果来，它是一个散步休闲的好地方。目前园区有环状步道，沿着步道种植萧楠等树木植栽，因而形成一个绿林休憩生态园区。2200坪的大草坪充满绿意及宽敞视野，非常适合合家野餐、亲子休憩游玩、情人散步、约会拍照的好地方。人间新闻李明煌彰化采访报道。